Hello， 你好，我是诺骚。今年的话，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这个灭瓦器公路队这个王朝模式啊。那我们在目前为止的话，拥有了这个 LeBron James、Yanis 的 Combo、Kevin Durant、Shawn Gadget、Alexander 以及我们这个 Darren Fox 的一个顶级阵容。那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只差最后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Anthony Davis。至于这个目标要怎么样来达成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一两集里面就可以轻松达到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可能要先来做一些这个前置的一个作业，包含了让六马队来放弃他们的这个不可交易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是我们必须做到的事情，要不然就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交易的可能性的。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个人觉得要交易来权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Jason Tatum 啊。那上次的话，我们是为了 Kevin Durant 去交易到这个 Jason Tatum 啊。那这次的话，我们一样要把这个 Jason Tatum 给要过来。那既然要 Jason Tatum 的话，肯定是没有这么容易的。那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我们当初是交易到了这个太阳队，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可以得到他，我会把这个他重新调为四号位啊。那在调为四号位之后的话，我们先想一下要怎么样才能要的回来。好， Jason Tatum 是四星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边看一下三星半调过来这个机会是有可能性的吗？当然如果你真的要我讲的话，两个选一个去给，我会更比较愿意给的是 Darren Fox， 因为毕竟 Shawn Gadget Alexander 在今年来说的话，他的那个薪水还没有占到这么高啊，这个是相对起来的事情。那我想一下，如果这边要给交易选秀权是要给多少个选秀权，当然尽量能少给是少给啦，要不然可能就是要联盟他们被把一起交易出去了。那如果他要来的话啊，在 Habiton 这边可以过来，哇，感觉两个选秀权就已经够多了。看一下啊，这个难道是要再多一个选秀权吗？ Darren Fox 不行，那 Gilchrist Alexander 呢？哦，不感兴趣，那看来是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要来的。但是他们至少是感觉上，难道四个选秀权他可以换吗？我只是测试一下，五个选秀权可以换吗？我觉得五个选秀权这样子实在太亏了，你知道吗？但我们这边先储存一下，我确定一下他这样子能不能换。五个全给出去也是不能换。那这边如果是 Gilchrist Alexander 呢？啊，这边他也是不感兴趣，那这个可能性就是没有的。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来想另外一个，这个 Porzingis， 那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用 Mohamed Bamba 应该没机会可以换得到。感觉给他个选秀权看看，然后用这样子两个选秀权去换到 Porzingis， 这个样子是可以的，因为毕竟是差了10点评分啊，所以交了两个选秀权出去，这个是还可以接受的事情。有没有办法超过92评分以上的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样 Williamson， 这个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不是这么的让我觉得吸引。好，这个 DeAndre Ayton 这边的话，其实就我觉得 Ayton 本身可以，只是我觉得他另外一个报价我没有这么喜欢。那我们这边话来想想 Porzingis 单换能够换什么，我主要是希望可以换可能选秀权进来，或者是看来这边是要这两个 加起来看看了。 Tyler Hero 我感觉他是一个挺好做的一个交易筹码的，只是我在想这样去换就是多加一个选秀权。我在想这个 D'Angelo Russell 配一个选秀权，这样子有没有机会可以换得到。 Murray 这边如果换位的话，他可以拉到快90评分，以价值来说的话真的都还不错。灰狼队选秀权的话是三星，然后 Jamal Murray 本身的话也是这个三星的这个选秀权，只是我在想这样子换我会不会亏，多加一个选秀权。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当然是换啊。那这边多加两个选秀权给我啊，对我来说我是完全没有在亏的，只是我在想能不能再多给一个。OK， 我想一下，这个其实就我就觉得还好。哦，没有，它不是交换欸，因为2022的选秀权的话价值是最高的。我看看到2025的这个选秀权，如果交易出去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亏，真的不亏。所以这样看一下。好，最后是选择这样子换 Darren Fox 加 Shawn Gadget Alexander 跟2025的这个首轮选秀权，还有这个 Moore 去换这个 Jamal Murray， 然后去换三个选秀权。在明面上看起来是亏的，但是在于说我等一下要做交易案的话，是必须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好，那 Jamal Murray 这边的话就可以拉到，哦，他可以到91评分，那我就自己决定不亏了。好，这两个加起来6000万，
看一下能够换到什么东西。当然我觉得能够换到后、哦、这事情本身挺好，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Zion Williamson 这个已经算是四号位的顶标了。那这边目前为止我的这个选秀权已经多到一个数不清的一个地步了。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用这些选秀权全部抓出去的话，好，这边就最后是用四个选秀权去要到 Jason Tatum， 那我们这边再把 Tatum 去拉到这个三号位。那这边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是我用两个选秀权去换到 Jason Tatum，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是用一换三的选秀权去换到 Jamal Murray， 那我们这边多交出了一个选秀权出去的话，等于是用两个选秀权而去换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如果现在此时此刻要去跟这个 Anthony Davis 做这个谈判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性还是偏低，原因是在于说，就是如果我将这个所有的选秀权都交出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性还是不高啊。就尽管这些全部都是两星半的这个选秀权啊，但是看起来要达到这个事情的情况还是不太容易、哦、说实在。那既然如此的话，我觉得这边我们就还需要一些筹码，不然就是 Tatum 加 Murray 两个人去看一下 Anthony Davis 再将这个 Terry Rozier， Rozier 本身没什么价值，相对起来，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要用这些选秀权，基本上全部都是两星半的选秀权去换，这个还是换不到。那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 Jason Tatum 在他们眼里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啊。但就在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交易案如果能成是最好，以 Andre Ayton 加上 Klay Thompson 这件事情本身还可以，但是看看哦 Jonas Isaac 其实几乎已经换到极致了，相对起来已经快要换到极致了，但就只是在想能不能再多要一点东西过来。当然我们替补球员这边的话，我自己觉得我需要在先去自由市场上面捞一些人过来，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签个两年，然后就直接把它交易出去，这是我们如果能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件事情的话本身不错。但是 Jeff Green 这边的话拉到三号位，他可以有更加的评分，上升了两点，那这样子的话他应该可以到一星半左右。 Austin Rivers 就换了吧，其实现在只是要把这个球员本身的能力值都往上再提升一点点啊，哪怕是一点点我个人认为都好。然后这边能够再多换一个选秀权也是挺不错的，那这边就换一个下头黄蜂队的选秀权，换了完之后的话，好，这边就这个 Patrick Mills， 然后把他换到二号位，让他评分再往上升。那这边80评分的话，就 Patrick Mills 加这个 Jeff Green 两个加起来，等一下能够换81评分以上我就可以换哦，或者是一个选秀权，诶，这个也是挺好。哦，这边能够换这个 Thomas Bryant， 目前为止哦，这个哇其实蛮多东西都蛮好的，说起来两星半的选秀权或者是两星半的这个 Thomas Bryant， 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事情。因为 Thomas Bryant 的一个价值本身就在于说他可以在往上再升，变成四号位，四号位的话可以来到这个84评分。84评分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去要到更多好东西啊。但其实说实在的这个 Brook Lopez， 那我们这边的话换 Brook Lopez， Brook Lopez 本身的话他可以再拉到这个四号位再往上升一些评分，他应该可以来到86评分，也就是一个准明星的哦，来到87评分哦，嚯、哦，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准明星啦。那这边其实这个 Jamal Murray 跟这个 Brook Lopez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评分了。这边就来看一下能够换到90评分以上的东西吗？目前为止最多就是这个 Paul George， Paul George 也不是不行，只是在于说，看一下 Brook Lopez 加这个 Jason Tatum。换出来的东西似乎 Ben Adebayo， Adebayo 也是近乎顶级了，他可能很难再往上升了，看起来就是这样子，要换很难再往上升东西。我们这边从下面继续往上找一些球员，像是这个 Bambury， Bambury 本身可以换。其实后面这个步骤的话是一个挺简单又蛮需要一点耐心的一个事情。 Wendell Carter， 其实换 Wendell Carter 本身绝对没问题啊，因为他可以再往上拉，然后他可以有更多的评分。我们这边要个选秀权，
他不能给 Window Cutter 这边要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我们这边再把 Window Cutter 拉上去，一样是87评分，但是他是更加年轻，所以更有交易价值。相对起来 Porzingis 本身可以，只是在说就是他能给的另外一个复仇码有点偏低。我觉得如果 Window Cutter 单换 Tyler Hero 本身我认为不亏，然后他要我多加个选秀权给他，那这件事情本身不可能。哇，他真的是狮子大开口的代表哎！这件事情本身哦，我只能说我是一定是亏的那个，但是为了那个选秀权，我自己觉得选秀权这么多，但我觉得 Jamal Murray 是可以交易的。可以交易的原因是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个 Andrew Wiggins 的话，这边如果我再交易上去的话，蛮快的，我这边就继续做这笔操作。好，我们多了那个选秀权之后的话，我们在一些操作上其实更加的有机会啊，只能这样讲。我们现在尽量是不要花到自己的选秀权是最好的情况。Pascal Siakam 这个我不换，原因是因为他会花到自己的选秀权啊。这边相对起来比较可靠教练的话是我们这个 Jared Allen， 那我们这边的话先选择这样换。换完之后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让他拉到4号位，来到88评分。88评分基本上也是一个顶级的4号位了，能上一个90评分的，对我来说我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啦。或者是他可以给我一个我不能拒绝的选秀权啊，就例如说有三星的话，我一看到就是直接抓，我就是想都不用想，两星半考虑一下。最后我觉得这个交易案两星半的这一个选秀权我觉得已经算是很极致了，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可以要到 Gary Harris。 Gary Harris 本身不是那么强，但是在于说他就是可以让我在叠那个选秀权的情况下的话又多加了一个这个球员，我可以再慢慢的换上去，其实后面的工程就比较偏简单一点了。这边换到的是这个 Robert Covington， Covington 本身可以拉到3号位再往上升评分。哎呀，这后面到后来已经基本上就是有几个球员你是换一换绝对无伤大雅的事情。如果这边可以换 Ben Vliet 的话本身也是不亏的，因为 Ben Vliet 也是一个基本上是准明星的一个球员，所以我这边会选择换 Ben Vliet， 然后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两星半的球员。Ben Vliet 这边就可以继续再往上升86评分，86评分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再换。后来我选择是换这个 Terry Rozier， 这边我可以再要一个选秀权，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Terry Rozier 可以拉到2号位，我们可以继续升级评分。哇，这个到后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怎么好怎么来，你知道吗？然后这边 Belita， 然后跟他多要个选秀权，他要我两个，我能给的应该是2026这个黄蜂队的选秀权，这是我最多能给的。好，他这边这样换完之后的话，来 Brook Lopez 这边继续做交易，哎，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啊。哦，换 Gallinari， 哎，多舒服！这边再多加一个两星半的选秀权，可以换，换了 Gallinari， 拉到3号位，再拉评分，哎，哇，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有趣啊！所有的选秀权全部都是我的、啊、我觉得我们这边已经换到尽头了。我们最后如果要再换选秀权的话，最后应该是要到我们这个 Jerry Harris 这一块已经到极致了，就是我们没办法再换到更这个高级的这个选秀权了。好啊，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已经拥有了1 2 3 4 5 6 7 8 9 10，你们基本上可以叫我雷霆总管啦。哇，我居然是直接要到10个这个选秀权啊。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要更多，我们这边 Protest 这边先换，换完之后我们 Protest 再抓出去。好，换两星半这个 Will Button， 换 Bogdanovich 这边拉3号位82评分。好，这边就可以换到这两个啦， Jerry Crowder 跟这个 Looney Hood， Jerry Crowder 拉3号位，然后我们这边评分的话就是两个都还算不错。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 Buddy Hill 这个选项 这个 Buddy Hill 真的是我们的这个交易好伙伴啦，基本上每一年都有他他交易出去就是一定可以再换更多东西的。我这边基本上已经连续交易了至少8个交易案啦，哎呀，那个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在换这东西啊。我们在想能不能再换到最后极致的这个选秀权啊。2025的选秀权这应该是最后能换的了，因为其他的话都是还需要再贴一些东西出去。对，这边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Jeremy Grant。那我们这边那基本上就差不多这个地方啦。那我这边的话只是想要把这个 Jeremy Grant 他的那个薪资往下摆。
那我们最后的话就是要到这个 Dort 跟这个 Mahimi 这样子的一个交战基本上就完成了。好，我们现在薪资就会直接摆平，我们替补全部都是底薪球员啊，但是对我而言的话就是我们拥有了11个左右的这个选秀权啊，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将一些球员给要过来。那我们这边想象一下，有些球员要过来的话，可能包含了 Joel Embiid， Joel Embiid 这边的话，如果要过来，就是 Jason Tatum 这边拉过来。Joel Embiid 是不可交易的球员，所以我脑袋进水了，要不然我不肯交易他。鬼子进水，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突然之间，我突然觉得其实他也还好啦，其实他没有这么重要啦。那这边只能跟你说啊，九眼病啊，你家总管已经放弃你啦，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哇，你可不感兴趣欸，六个选秀权给你，你当没看到欸。哇，都太难过了吧。那这样子你有想法吗？哇，不感兴趣，难道交易价值不能高吗？哇，这个太难受了吧。我这么多个心理交易不感兴趣，我想说九眼病这个位置我基本上有机会换得到，例如说我这边就可以跟这个 Wiseman 去做交易试看看，那我这边两个给你，三个给你，这边 Wiseman 要过来之后，因为 Wiseman 他是一个可以拉到快要90评分的人啊，我这边刚刚三个选秀权对我而言其实不痛不痒，这样加起来的话大概4000万出头，那我这边的话就可以把一些他可能没有这么有兴趣的球员去给他抓过来，那他这边他可以给我一些没有什么用的球员啊，这样子呢，好，两个两星半，三个两星半，这样还是换不过来的话，那我只能说先还是试看看把他要过来，我可以把所有选秀权都给你哦，我这边把这边所有选秀权给他，他都不愿意过来，那我只能说这笔交易估计是没有办法，或者我们这边就要尝试一下，我把全部都给你，我操你妈的，太多了吧。欸， Jason Tatum 哪里不如你 Kawhi Leonard， 哪里不如，太难受了吧，这个交易不过来我也没办法，不然就是用我刚刚那一套啊，就是 Wiseman 再加上 Tyler Hero， 然后你可能给我一个没这么重要的球员 Brunson，Brunson 太便宜，那就躲在炮啊，躲在炮炮你还好吧，这个我有点难受哦。哇哦哇哦，怀人呢真的是像钻石的、啊、这个换不到。我原本以为啊 Jason Tatum 是我可以换到所有球员的最根本的东西啊，但是没想到啊，没想到他们只要有任何一个超级巨星愿意过来，对我而言都是赚的，我就没有再管你什么就是薪资空间啊，今天就是要，哇，这个不来，我这边只能跟各位讲啊，我要来一招破釜沉舟啦， Wiseman 加 Tyler Hero， 把詹威神给我要过来，这是我最后该做的破釜沉舟啊。那我们目前的先发阵容的话是 LeBron James、 Jason Tatum、 Kevin Durant、 Yanis Antetokounmpo 跟 Zion Williamson， 这样子一个先发阵容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顶级了。那我们现在在整体选秀权部分的话，我们拥有1,2,3,4,5,6,7,8 总共8个选秀权。好，那我们现在的话来到季中，目前为止的话是来到44胜9败啊，那我在最后的话我选择想要将 Zion Williamson 交易出去啊，想要交易的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原因是因为 Brandon Ingram， 来看一下这笔交易案， Tory Brown 加 Zion Williamson， 这边可以去换 Brandon Ingram， 然后加一个这个选秀权啊，那我这边这个囤选秀权囤到8个我觉得不太够啊，我觉得可以囤到9个，你知道吗？因为甚至这边 Brandon Ingram 从90评分已经上到91评分了，我觉得啦他其实可以再多加一个选秀权进来，在明年啊，我甚至觉得今年我连夺冠我都可以不用了，我今年就是要选秀权囤起来。好，我这边就这样子先换了，我觉得我今年甚至总冠军都不要了，我今年就是要这样换这个选秀权。为什么我会这么执着于选秀权呢？因为你可以看到状元人选的话是这个 Rick Barry， 我们的这个最强前锋 Rick Barry， 然后还有这个湖人民宿这个好友钱 Grich， 还有这个 Billy Cunningham， 这些球员都是上古时期的这些神兽啊，
这个 Ricky Barry 这球员的话，我基本上要他来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好，那这边话算一个插曲，我们这边话就继续摸到寂寞吧。好，那我们今天 Yanis Antetokounmpo 拿下这个最有价的球员，然后这个 Oscar Robertson 这边拿下最佳新秀， Lonzo Ball 拿下最佳第六人， Jonathan Isaac 拿下最佳防守球员， Achiuwa 这边拿下最佳进步奖， Michael Budenholzer 这边拿下最佳教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字母哥 LeBron， 然后年度第二队没有我们的人，第三队哦 Kevin Durant 他们都没有上来。嗨呀，这个就难过了，没有玩就公路队的这个防守第一队啊，这边字母哥防守第一队，第二队没有我们的人，第三队也没有我们的人。好啦，那我们这支影片的话就先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在下次的话就是先打一下季后赛，那之后的话再来继续做我们这次的这个交易啊。我们可以先预先看一下我们下次的对手是这个纽约尼克队。纽约尼克队的阵容的话，我记得有 Stephen Curry， 那 Curry 之外的话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球员呢？啊，这个 DiVincenzo， 这个 Bogdanovic， Anunoby， Baster， 然后 Achiuwa， 这些球员其实还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值得一提的。好，我们今天影片的话就先这个点，那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别忘了下方订阅，别忘了小心，我们这边都，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